新增职栏及格式的运用。那我们在制作这个答案的时候发现，哎，漏了一个座号，我点在 A 栏的地方，按右键就可以做新增插入，当然删除是这一刻了，插入就在这里。好，点在这个输入一个座号，打完以后你当然不可以说，哎，长这样会不好啦，应该跟隔壁一样。怎么跟他隔壁一样呢？背景色是这个红褐色的，这个那字是白的，用这个来复制，这个点一下就做一次，哎，它就结束了。再看一下哦，我点在这个姓名，点一下就你看到油漆那个滑鼠仪标右边多了个油漆刷，啊，你点一下只能做一次哦，所以假设我点在这里，这事情就结束哦。来，那一样我再点这里按两下，按两下就锁在这一格了。我可以怎样？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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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可以用刷的。你觉得全部做完以后呢？哎，我老师，我全部做完了啦。再点它就取消了，所以这个按钮两种做法，一是按一下子做一次，快点两下就可以做很多次。老师，我这边搞砸了，来来来，没关系，点在这个，点一下给它就好了，你可以一起刷，就全部搞定了。哦，来，各位先试一下油漆，那顺便把它做一下吧，打一打二，对不对？刚学过了，选这两个自动填满就把座号做完了。那座号当然不能摆这么难看啦，这所座号是不是应该摆正中央？那也要加线给它哦，没有线印出来难看哦，所以这里要加框线。来，请各位练习复制格式跟自动填满，加线至中。